你的旅途吧。已经到了，祝你有个愉快。头发梳得乱七八糟，我们赶快拿了艾泽来经验就走，可以吗？今天会有什么新发现？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靠近你，稍微躺一下。躺废了。
刚刚发现附近有一大片艾泽莱金岩的金簇，一定是这样才会地震。艾泽莱金岩快装满了，继续努力，做得好。没有目标，先选定目标。俺毛食人妖绝对不死。需要靠近探测器启动了，我会把艾泽莱金岩的位置标在地图上。我们发现风险投资公司的人也到岛上来了，看样子他们是打算来接管岛上的宝物。你会付出代价的。艾泽莱金岩都装满了，我们快离开，别让他们发现我们要走了。但是要付金币还是鲜血，凡事都有代价。